你知道吗？女生啊，有这些标志就说明颜值很高哦。快来看看这些美人标志，你占了几个吧？一，卧蚕。很多人啊，都误把卧蚕当成了眼袋，甚至啊，想通过整形手术去除它，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哦。因为啊，只有眼睛大的妹子才有卧蚕，而且笑起来很好看哦。二，美人弓，就是下巴这里啊，比别人多了一条弓，也叫 W 型下巴，看起来很性感。而且老人说，美人弓啊，还有旺夫的象征哦。三，酒窝。酒窝的女生啊，笑起来特别的青春甜美，也会让刚要步入中年的女人看起来啊比同龄人更加年轻一些，就比如张婷、李小璐。四，美人筋，很多人脖子转动的时候啊都有筋，但是线条漂亮的却没有多少人。真正美人的脖子上面的美人筋要够长，肩膀啊要够漂亮。听说美人筋也是选芭蕾舞演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呢。五，美人尖。它是额头发际线向下长出的一个小尖角，有了它就会把脸部修饰成漂亮的心形，是古典美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哦。六，蝴蝶骨。所谓蝴蝶骨，就是肩膀以下分居后背两侧对称分布的两块肩胛骨。很多女明星在出席活动之前都会苦练出蝴蝶骨，才敢穿上深 V 露背装。听说啊，这些美人标志只要中了3个以上就是美女啦，你中了几个呢？快点留言告诉我吧。